如果你家住白礁，闲暇时想出来轻松一下，或者想带孩子出来享受一下亲子时光，亦或者陪伴父母到公园去散散步，现在在黄洋河东堤宁海段又增添了这样一个好去处。阳春四月的午后，位于景岸大小北联兴二路西北侧的东堤滨河景观工程宁海段，绿意盎然，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高低错落有致的乔灌木让公园变得通透开放，盛放的紫绡花、内敛的剑兰等花卉与绿地相映成趣，市民们有的在散步，有的在休憩，有的在遛娃，好不热闹。看到期盼已久的公园终于开放，家住附近的市民邱和珍十分高兴。如果你看现在见得几靓，到处绿树成荫啊，系嘛，好靓啊，而家，很满意，我哋好满意啊，真系。邱女士上世纪90年代就从肇庆来到斗门工作生活，在她的记忆中，还没提升改造前的东堤可不是现在的样子。以前嘅呢啲冇树木嘅，就系一条河堤嘅咋，河堤下边好多淤泥嘅，而家全部清理晒，整得好干净，即系俾人一睇去啊，好舒服，好舒服个感觉啊，所以我经常出嚟呢度晨跑嘅。东堤滨河景观工程宁海段以联兴二路为界，分为新增段和提升段两大片，整个公园占地约为4万平方米，其中新增段占地面积约1.4万平方米，提升段占地面积约2.6万平方米。新增段整体设计以山涛为设计灵感，提取波浪的外形作为公园规划平面的设计元素，寓意山水斗门，呼应斗门山水田园风光。其中最令人眼前一亮的就是由城市阳台加挑高栈道加观景平台组成的立体城市景观平台。据介绍，城市阳台以斗门的渔乡文化为灵感，提取渔船作为设计元素，用于桥体的平面造型，整体4.5米高，四船起航的造型新颖又实用。挑高栈道连着城市阳台，站在阳台和远眺河对面黄洋山，也可以沿着栈道散步到观景平台看风景，十分悠闲舒适。此外，新增段还设置了海涛广场等城市公共空间，进一步丰富市民活动场所。远眺黄洋山峰，尽赏黄洋河水，赶紧到东堤岸边的新观景点感受斗门之美吧。